岁中国男星胡先煦因主演戏剧《棋魂》获得热烈关注，是新一代陆剧男神。近日，胡先煦出席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，以一身黑色西服套装帅气亮相。不过，就有网友发现他脸和身形肿了一圈，过去的少年感气质整个消失，被众多网友吐槽像变了个人，一下子老十岁。说45岁我也是信的，这是吸了酵母空气吧？不过粉丝们出面为他抱不平。胡先煦第二次现身时，明显看出身材比例完全不同，认为是造型师的问题，人还是相当帅的。对此胡先煦也发文回应，谢谢大家的提醒，不吃了不吃了，真的不吃了，大方的回应受到众多网友赞赏啊。